原来对于我的老爸虽然在做官，帮看是威风败强，照我所想，应该做是人不孝，会冤仇上身。如今遐水济大济，住心内不安。再自从嘛，我掠来到在遮，要当作我是人质。也毋过，我是一个查某囡仔呢，就是阮阿娘来无情无义，把我杀出去。伊今仔日是要掠后生，那是拄好我穿着吼查甫人的衫，到即嘛害啊嘿！阮阿娘敢会对我不管不顾？人讲好水是客，嘛无自从寄无食，我进房掠来到遮，叫天袂应，叫地不灵，全靠我一生的孤性。我敢若吼靠我家己，我内内底软软，外口沉沉，那是要安怎？哎呦，救人哦！哎呦，我听着人咧喊，啊，我心肝正唔甘咧。飞门，查某囡仔伊来遮啥代志咧？哈，我就是遐自由的李小姐啊。你是李小姐啊？是的，你等下真有艰苦哦。你有想要食饭无？你有要啉水无？还是要啉苦啦？还是要啉咖啡？等下。你讲一堆，我拢无需要。你无需要，嗯，家己拢无话讲，啊无安尼，是有人要找你啦。小等下，我敢有骂人吗？啊，这人无人，赶紧你有影，我甲你看头看尾啊。安尼好，你好好看信哩，唔通互人你吧。赶紧你信哩。大庄主，你受委屈咯。我甲你也无熟识。在你大姐厝的面头前，你原来甲伊白起白坐，也无笑问一下，恁双人是啥物关系？算错咧，阮这是兄妹，我名范，海红红，海红红，是啊。听着你阿兄伫咧讲，原来因为事情代志的起端，这是因为阮老爸害你恁嘛家破人亡，所以逼不得已，恁才会占山为石，无对。我嘛是为着厝长的冤仇，今天出现站在你的面头前，我嘛要好嘴要求伊哩。我阿兄所做一切，你莫看得么心肝底，咱着自从冤仇好好来化解。但你讲起来，你嘛会当平安无代。这吼、哦，所有人要讲话，敢若你上解得我意。我嘛甲你共一款的，人讲救何不救煞。现在嘛，我的老爸做这款代志，我嘛未了解来龙去脉。如果讲你若愿意，我倒转去，会去从中说服，希望有一个嘛化干戈玉金，无唔对。人伫咧讲冤冤相报几时休？如果你若是有性命危险，相信你若底有缘无不放着阮的干系。若果你是行动代表来到此地，不定会牺牲不孝厝兄弟。我嘛不离其心，所以讲我才利用阮阿兄袂当了解，来到此地，甲你求你和平。既然你也愿意吃，那呢好，然后嘞，得甲恁阿爹讲，先稳阿爹出个公道，然后吃，会当求了和平，和平来解决，你就当平安离开。你平安离开哦，我好困难呢。这是安怎讲嘞？我伫个阮家哦，介无人缘，你甲看，我即摆恁命来到这，阮老爸兄无动无静。我今日我袂离开，我就死伫遮呢。哦，我当了解，泉州这是无熟悉的所在，强调机关所主干者，对你十分的负向，等临时见面的离开，对你十分的不利。人咧简单之说，我当带你来去吵。你要带我走？是啊。放心，既然才是你安尼死伫遐讲，我你吼事先放我性命存在，让我倒离开这个黑暗暗的所在。小兄弟。好，啊，不过，不过呐，何公子，你袂入去进城，小人还佫一个小小的要求。小姐人啊有要求，当然如果我若做会到的，我得甲我用个替你完成啊。我希望讲，因后和平解决，互阮阿爹说得含笑归土，但愿呢当家做广告，互阮阿爹在天树林，死了含笑的无，不但如此。今天嘞，阮阿兄掠你为啥来？嗯，必定恁阿爹若了解了后，万不必意。阮阿兄若落在恁爹手头，恐惊是真侪难当。我要求伊哩，出面
会当替阮阿兄求情啊！爱我求情？是啊。伫迄个大厅的所在，伊用三分钟出就爱我性命，竟然敢是你如此伫个怜悯，无看湖面看情面。好，阿兄子，小姐为着兄哥有情有义，遐哪呢？我若做会到，我必定为恁帮忙到底。当然，阿兄是我的，我不忍近身，快一错再错，你要离开，唔通太慢，做会我惊。好，小大姐，小大妈的，你当时来呀？是我当时来。阿廖青，你无用你的工课吗？好、哦，拜托的，虽然我足无用的，也唔过吼，恁大哥伫咧讲这是贵宾。爱好我甲伊照顾照顾，就是安尼生养，伊就是贵宾。我听阮阿兄的话，我拢无甲伊唱反调。所以讲咧，我从春天来到厝，特别甲伊照顾照顾。大小姐，哈哈，你是安怎啦？无啊，你足水的啦。感谢你的欧露，唔是啦，我问你啦，啊照顾。这个人吼、哦，我上高照顾。你上高照顾？当然咯、哦，拜托。那照顾是无同款呢。啊，那有可能什么无同款？迄照顾啊吼，迄个步数拢敢那几步，挂冷，挂下水，挂脑，肠啊拢甲翘起来做大肠面线。哎呦，迄什么人敢吃啊？迄甲你吞袂落来。啊，无照顾是安尼照顾，不是吗？是啦，我是讲吼。我带伊来另外一个所在，我慢慢仔甲动兴趣啦。奇怪奇怪，唔对，哪听哪唔对。啊，无代无志，大小姐，你想哪要甲动兴趣？啊，恁唔知影伊是阮收人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所以讲阮阿兄真正怨恨伊，所以讲我嘛，气你啦，你来替我怨啦啊！算啦，你莫这么遮多怨言事啦。啊，你照顾要照顾，要你嘛讲我听。要照顾？对啊，我明仔大小姐，你有啥物撇步给我讲？哦，这是安怎？用鞭甲我抽，用鞭甲我抽啦！哎、欸，你莫讲话，你这男人都听呢。用鞭戳我咩、欸？你莫讲话，你用怕的啦！同我讲话，我想袂着啦，我袂听的啦。对啊，快点来，甲迄个所在，我物件我藏拢有啦。我搞好哦，哎呦，原来你介意这面，啊，无你另外嘛稍微照顾你。你等下你讲啥物话啦？你足糊涂嘞，无事三讲甲规规面啦，今仔日。你即马在创啊？李小姐，哦、你拄仔讲要来个啦？照顾啊，照顾，干嘛呢？挂下水，哈，还佫有挂脑、挂冷、抽肠啊，做大肠面线。哎，借问一下吼，伫咧迄主要所在，你甚物身份啊？小喽啰，小喽啰，你嘛想看卖？顶头佫有阮阿兄大神子。对啊，嘛，敢有人阿姊啊，大小姐，再来就是我，对无？啊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哈，你想要家遐干安尼认知？免，这种代志我上会，免就你甲你，你嘛会晓？我当然嘛会晓。你看，这个面，上水就是这个面。哇，哼，你若落在我的手上，我就摕一支小刀安尼甲你划落去，甲毁容，还小心免做。原来你计划这惊。等足久啊吼，等足久啊，你唔知哦，用迄刀甲撩咧，对哦，所以唔免甲你，出去休困。我真欣赏你，欣赏我，知影欣赏就好，无你个代志去休困。等你要用的时候，甲我叫呢。知呀，哎，我叫等我咧，我嘛要挂。我要挂时阵，我叫你出来甲我加油。真是哦，好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秀妹啊，啊，你唔是讲要看秀为甚物，竟然互伊做入来啊？我真正有认真咧看，啊，煞唔知影。溜紧啊，啊去放溜啊！我来知影，什么了？小喽啰都走出来。你是什么不好的款哦？你不是讲要带我离开，事不言迟，继续等这话，恐惊不够济事。你不要话，我已经做无，你赶紧有啦！我小准，小准，小准，我赶紧，哎，我把钱都赶紧来做起来。